走，有时候。哦，不问哦，都问你们怎么在干啥？啊？嗯。去干啥子？我叫喊你们去买牛皮草药来，再我把土弄出来。牛皮草在哪儿去买嘛？啊。哎呀，在等我下菜秧呀。在那抓子？在那明年子一个想喂。喂猪儿啊？哎。那明子给你买两个黑猪来喂，要求。哪里啊？就挖个棚子吃行了，这牛皮草我还不要跟别人卖的。哦。买牛皮草养养啊？哎。买牛皮草籽子撒噻。按了。哦，不，买点来摘。今天怎么在今下午摘？个人的去嘛啊，还怕有落水呀、啊？这两天落水才好摘的活噻，而且落水摘不下去。今天我们早晨起来的比较早，去跑了5公里。哎，走去过桥城。我还从回来没歇的，又要干活了。歇啥子歇？要说人家都出去弄土去了，你还不快点儿？走去过桥城。早上天还没亮都起来了，你还跑？哎，今天是特别喜欢不喜欢干农活的，今天我要帮刘姐干农活的。说说又断了，我们屋头的家伙事儿真的不得行，你说老公。要记得下次赶场一定要去买一副那个背都收回来，晓不晓得？把它装起，这个背的少的肩膀那个背的。哎呀，快点去做，不要找那么多借口了啊！干活就干活。那不是背嘛？淘气噻。淘气它不一样长的嘛，一根长一根短的嘛。那你淘。那你在那里去买，你先去买。我这儿去买嘛，买了回来再去嘛。啊，那你去买，拜拜。那你个人去买。还淘嘛？淘啥子淘？接起我去背。你上刀山下火海都还有难一点。不，做活路要做，但是要有工，要有东西嘛。你看嘛嘞。不然这套咋个套嘛？背。将就一下嘛，你又不是天天做农活。我叫儿子想带牛才的活劲哦。想摘就摘嘛。哥，最近那哈干成我都按了，哥。不按还早。哎，早上起来饭不让我吃，就喊我出来干活路。哇，你们的手都没脚的啊，自己不会吃饭啊？啊，还没去煮早饭吃，就喊我出来，先过猪槽，先把猪儿喂点来。想说，虽然说这个家伙不愿意干活，但是今天我必须留着他把这个活路干完。请问一下。啊。这个哪门哥？你咋个伸手咋个来？啊？咋个伸手咋个来？随你开心。我也不骗你说，其实我确实好像没过过。不存在，随便你咋个整。以前我爷爷奶奶他们都不喊我过，晓得不？你爷爷奶奶？咱婆娘天天喊我来过。我只喊了你一次啊，就这一次啊！我操，你还不过得还痛啊？你喊我随便那么过的吧？叔叔啊。随便你。反正你把啥子给我过门一杯就行了。这个今天要不要拿来喂热？可以。中午拿来喂热嘛，那个喂。行，你先过嘛，过了。要不先掐点嘛？你先过完了我来掐，啊。四面八方的全面监视你才正常干活。哎呀，这个红烧今天好嫩呀喂！那个肚皮溜圆，还超级的好吃那个。麻烦你先过烧藤，过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掐尖尖啊。只要你把它割断了就行。你以为我不会割吗？你意思？你以为真的我就割不来烧成尖尖了？你看我割的规不嘛？朋友们，你们要喷，使劲喷，往死里喷啊！哎，你说随便把它割断了就行了嘛？它割断没了嘛？你看嘛，一下割那么大一片。不存在，只要你干活了就行啊！我不存在。那这么子，你来演示哈，你来给我演示哪门过？来，你不是跟我一样的吗？是啊，是跟你一样的啊。反正都是割断了的嘛，是不是？啊。然后呢？哦。OK。继续，过得非常好。好，该你来了。Yeah. 你那个太麻烦了，直接那么子，反正拿回去都要砍的。说的有道理。嗯。我竟然无言以对。这个做活路嘛，要动脑壳嘛，是不是？我竟然无力反驳。你不管割得长与短，回去都是要砍成那么短的，是不是？啊、嗯。你不可能这么直接喂噻。不，你砍长了，只砍你那个二分之一，刀不要了。割了这条，明天还得割了嘛？你干脆
你赶紧把猪肉舀出来，你赶紧把猪肉杀了来。你这个主意好，你这个主意好。猪肉反正都杀了嘛，早杀一天，晚杀一天都无所谓。我把猪肉舀出来，舀出来吃，哎，割都不想割的了。哎，哎呀，野鸡，野鸡。哎呀，好重啊，朋友。哎呀，一百勺等于好重嘛，一百十就才五六十斤，这才几斤嘛？起得不到。哎呀，要落了！背几斤勺子就落。啊！把它打着了嘛。哎呦！